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轩。哇，今天又遭到一片青海雨了。不过今天看雾又是这么大，我们出来逛一逛哦。期待今天收获多多，好货多多啊！青海雨，我们得给它宽便一下。哎，哇，嘿嘿，这边这个挺漂亮的啊、哦，带走。呵呵，绿的种家人，哇，这个还行，给你哦。走了。哎，这边，再慢看。哦，那这个地方有海里螺，有浮螺，可以，来，走了，哇，各种可以呀、啊，给它走了先，哇，这潮水就在这底下，哎，哇，这前面怎么在喷水？你看，哇，发财了，今天是有发财的节奏啊，我看，一直在喷水，这次最起码有个三斤应该是有了，哇。哦，这么坏吗？有点吓人。来，哇，这是可以。哇，这是对不起啊，三斤啊。哇，看来在南丰田出来效果挺好的。哇，啊，给不给力啊？家人们，哦，给他做了。哇，他要跑，我一个人没办法。进桶吧，你还跑？我给你打点水好不好？这真的是猛货！哇，我有什么弄？给他弄安静点。来，打点水。哇，再继续打点水，看他在这里面能不能安静点，不然没办法。哇，这么大的巨章啊，这真海巨物啊！哇，这放点水，他应该会安静点。哇，好多了。哇，一次就爆图，嘿，这青海鱼给你哦，大圈过来几只给你哦，哇，一次直接爆图，可以，嘿，刚起来看，家人们，战货，嘿嘿，俘虏，哦，马上捉进去，哎，这边，哦，海星给你哦，哎，哇，今天这个海鱼自由发财了，哇，气得这么急，哎，海里螺有了，哇，一下抓战哥，可以，给他做了，哇。这真的是有发财节奏，一只巨无霸爆图啊！这边我看到一个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？哎，是什么？哦，海里螺，这个头可以哦。来，我们给它放土里面。哦，哇，我最开心的就是这只巨无霸，最起码有战绩啊！一次时间爆图，青海鱼就是给你，晚上回去给你炒韭菜。这青海鱼我们得认真点。哎，家人们看到什么了？嘿嘿，来，俘虏，可以哈、哦，这个头可以。看这边又看到一个，哇，这青海鱼这么给力吗？嘿，一只接一只，一个接一个，哦，嘿，海里螺，捕了，走了，哇、哦，来，吸取小货，哇，爬到这石头上面来，哇，今天这个青海鱼可以哦，家人们，哦。哇，千计，人间千计，太给力了！来，哦，喂，哇塞，哇，哦，家人们，哇，真是更大，看，哇，躲在这边，看那个嘴巴漂不漂亮？哇，这真的是，看他的，哇，哇，这真的会攻击人啊！他往底下跑，哇，这是最起码。有个四五斤吧，应该有。来，等一下，我袖子撸起来一下，不然吃了不管了，吃了就吃了吧。我吃了，我也抓到你。哇，到这里来，这一只手抓不住的猛货。哇，我叫一个，对，刚才有。哦，叫一个老线帮我判，我一只手抓不住啊！哇，真海怪物，一只手根本抓不住他，哇，这是最起码有五斤啊！来，哇，他这个吸的好疼，看，哇，吸的我都手都红红的。哎，这么给力吗？来，抓！哇，真的巨无霸，可以吧？来，进图。哦，爆图呢，不行，我也回去了。哦，家人们，哦，
来来来，我们先直接看中火吧，我装不下。哎，哇，他跟我打架，这连支加起来应该有个十来直径吧，应该有。哦，这次根本抓不住他，看，家人们，今天抓这连支就发财，其他的我不捉了。哇、哦，这青海鱼就是给你一只手抓不住的真海巨无霸。哇！刚刚下来一只比一只大，好了好了，家人们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我也回去了。